蜡像馆。哎，谢谢裴老板。谢谢。我是上海富商夫人蜡像馆的总经理裴老板。我们很高兴的请来了俊俊来今天来做蜡像的整体的这个揭幕。那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时尚区域呢，是秉承着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些匠人的精神。我们虽然有200多年的这个蜡艺精神，但是我们一直在与时俱进。那这今天您看到的这个新区呢，就是我们差不多在1-2年之前建立的新的一个这专区。这个专区呢，主要是为了迎合中国制造、中国新势力。我们希望每一个时尚的青年都能够感受到时尚的魅力，自己可以化身成为时尚的达人。一起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有更好的互动。那这件网红的，刚才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做了一些照片的一些分享，这个也是非常哇，经常也是我们一些网红啊和年轻人经常想拍的这个区域。那进入到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make up 的一个区域。那整体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口红啊、时尚的穿搭啊，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感知到这样的一些时尚的外国。这里面想问一下俊俊，就是你平时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或者说有什么时尚穿搭方面的心得呢？我其实平时这个穿衣风格不太受限，就是像这今天这样这白色的这个西装，也会穿啊，那分活动，然后呢就是白 T 啊，或者是花衬衫我也会穿一下，就看场合。好。然后刘娜，我知道我的那个到时候我的蜡像会是不是会放在这儿？对，我刚刚就想说这块区域就是您的蜡像之后会所在的这个区域。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变蜡像了，我不动了，就来打卡吧。对。那边上呢还有一些话筒，可以听到俊俊的语音。旁边呢我们也精细做了一些明信片，到时候粉丝有祝福啊、有打卡的这些内容也可以写在明信片上。是的，这里面有我的一个小秘密。对，我们先不剧透，大家就能听见了，感受到。对。好。然后这个区域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时尚主播、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感知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时尚的达人，在做主播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做完主播呢，这一部分就是 after party 的区域，穿戴好、打扮好了以后，就可以尽情的在这里享受一个所谓 after party 的这个休闲时光。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很适合年轻人。对，非常适合玩黑，对年轻人来打卡。何老师。对，那离开了这个时尚区，我们将进入到我们的 TV 区。TV 区。对，那我们看到了何老师，接下来会看到一些经典电视剧的一些名场面的还原，以及经典的这些导演。对。哇塞。就是经典的一些综艺或者是电视剧。对。的人物，都会在这儿。对。就是有喜欢他们的粉丝可以来打打卡。是的。逼真哎，对，我们的蜡像其实也是英国这边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门手艺，每个蜡像的制作周期都是在8个月以上，每尊蜡像都耗资100万人民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耗资，所以其实之前你也会感受到，像我们整体的这个量身，包括英国那个方面整体上的总部上的一些配合，你都可以感受到，其实它是一门非常专业的一门学问，很专业。对，我当时量身就量了。我记得有6-7个小时，很耗时。对，而且制作蜡像的过程也很长。对，确实是，因为它也要经过4道的步骤，其实当中也有反复多次跟您这边的团队做 check， 包括说它的雕像做的是不是逼真，包括后面的上色以及植发，其实每个步骤都是我们英国团队和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的团队并且配合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才能保证说每一尊蜡像都能栩栩如生，做到逼真。同时呢，我们现在的蜡像已经不单单是只是做蜡像了。更加多的，我们也植入了一些高科技的东西。高科技的。对，这里也埋。我知道。对，这里也要埋一个小关子，其实也是希望粉丝们能够到现场来打卡，感受到我们的高科技。体验一下。对。感受一下高科技。是。雷欧娜，我的那款高科技是不是独一无二？当然，全球领先。蜡像馆没有吗？是的，你是唯一的。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的就是一些边区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说像。是我们蜡像馆的当家花旦，对，他的一个本店，现在要配好的来。
今天带的也是披萨。好了，合照了，走吧。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好的。走这边吗？对，这边，这边。就走这边。对。到我们的体育区。体育区。对。哇塞，这是一比一吗？对，一比一的。我看看姚明比我高多少。哦，只能到他的胳肢窝哎。去，它就是皇家花园。皇家花园。女王的皇家花园。哦，女王的。啊，那例如我们演的就是女王。嗯，这座是非常非常神圣。哦，真的好像。对。皮肤的褶皱都很像。是的。哇哦。动物还有它的小。它的小柯基。对对对。这是它养的，是吗？对，这是它的养。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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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蜡艺，那在上海中山夫人蜡像馆一项独特的体验，嗯，就是制作我们的蜡艺手模。蜡艺手模。对，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李先锋非常资深的这样的一个蜡艺工作师。哦。然后他会跟您教一下怎么来做。啊，这是热，这是热的。对，这是热的。因为这是蜡。首先。凝固，我们先想一个动作，听听今天想做一块什么样的一个蜡手。今天要做蜡手。对。我不知道，你就正常展现。都可以，可以看一下。哦，可以比个耶。对，可以。比个大拇指。都行。比个耶。可以啊。你比耶好。嗯。你请，哎，要不怎么做？这个要怎么做？对，手势要摘掉。手势对，手势得摘掉。对，我袖子要好像。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先会往手上，先往这边上，因为那个蜡是会沾水的。哦。这个就直接往上抹。嗯，可以抹开。我先把手，然后大家就这样对着。好的。手上啊，手背啊，每个手端。然后我们这边放了些冰水，因为那个蜡可以。不是你等会儿。哦，那你来的是。那我要干什么？我的手有我的持重，进入到热水，嗯，在这边的话大概碰一下就接起来，然后手就保持住，这样千万不要动，坚持一下，坚持住。哎呦我的天哪，是不是有点热？是有一点，有点热是吗？然后放到这边就很奇怪的感觉。哦，我知道了，对，让它冷却下来，对，它就可以凝固。这个蜡就会收缩在你手上，那怎么把它取下来？这就是我们蜡艺师是可以帮你做到下一个步骤，就上面的就是蜡，就会做一个你蜡手的模型，然后等一下再来一次，这个第二次的话就不会那么烫了，就有点温温的感觉。这有多少度啊？有六十度。六十度，对。然后再来直接来冷却一下。它有两层，有两层，然后最后还会上一层银色。等一下的话，我的宇哥会问你喜欢什么颜色。哦。我不是。蓝色。它是蓝色。对。蓝色。你的颜色。对。我这边手放松。哦。需要放得起，如果粘不下来。哎呦。挺有意思的，哎呦我天，哪根手指还没出来？是不是会不会是这两只扣到一起？应该都是这个原因吗？其实能出来，还是没放得起。
出来了。哦，这做好了，洗香水。喜欢爱心底座还是比较轻的？什么意思？选一个底座，那就爱心好了。好的，待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手模做好了以后送到俊俊手上。哦，哎，我们可以你的专属手模，啊、谢谢对对对，这还挺有意思。是的，这个好。好了，你走吧，这是美丽的。我们你要不要上一点粉粉？可以做成这种闪闪的。啊，不用了吧？是蓝色的。可以了，可以了。就你的颜色。好的、嗯、我们可以等着这个辣手出来然后一起拍个照。一起拍个照。好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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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做好了。对，立刻给你一个爱心啊。哦，好的好的。这好神奇、啊、对，我们其实除了辣手以外自己会做一些辣的小蜡烛啊，包括这个小金人也是陆家嘴辣酱很有特色的一款产品。这个是蜡台，可以放在衣服放在衣服上，衣柜里面，嗯，这是之前他们做的。之前我们放的几个 sample， 就是告诉大家可以怎么样动作。哦，嗯，对，确实是蓝色是最好看的哈、哦。嗯，我觉得蓝。嗯。它怎么上色了？哦，放进去。对对对，再放一个小蜡烛，小蜡烛。这个我给大家上个底座。哦。上面通话框了。如果人要做这个蜡像，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会更快啊？是不一样的蜡，对，两种蜡是工艺不一样，不太一样。这个更简单一点。嗯，啊对，这个直接就做好了。对。60度，那会烫伤吗？嗯、我说人就跳进去做一个蜡像。对。哦，蓝色。哦，还有什么？可以加粉，对对对，染色40，是的，加粉40。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全套的。哦，那我没有加那个闪粉。闪粉加粉怎么加？不用加了，不用加，便宜的吧。这是黄色吧？对，黄色。哎，这五个颜色，对，黑的。有个粉色，有个大红色，大红色，粉色。哦，大红色。嗯，做出来的辣手，等一下请俊俊在这边跟我。好的好的。所以这个送给我。对，送给你。我可以带回去。当然当然当然，这是我们的第一。谢谢。不用签了。哦，我自己的不用签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好、哦，他说要合照，是意思？对对。啊，行。那给我吧，签的话等一下，签的慢一点，这个写不上去怎么办？然后
这样可以吗？对，这样子，这样也行，可以可以。这个，嗯，在哪拍？要是我们在后面比较浪漫的这个鲜花墙这里拍，对对好吗？这里面可以。好的，这个位置吗？对对对。好的，看我这儿。好，这个位置。对对。怪的，这个顶光拍出来。好。OK， 再来一下。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暂时先到个段落，也请静静稍微休息一下。好的，谢谢。稍后呢，稍后我们会有蜡像的揭秘仪式。好的，谢谢大家。漱口。啊？漱口。哎呀，谢谢。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打声招呼，请大家继续关注啊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杜莎夫人蜡像馆打卡，谢谢大家。对，大家稍后见，一会儿见，谢谢。好，好了，好，看我们过去你这边，行，这边请。